嗱，咁啊，2020年咧庚子年就生肖咧就係屬鼠嘅 ，OK， 咁我哋由生肖屬鼠開始講起啦，咁啊，今集同大家講四個生肖先，咁啊叫鼠、牛、虎、兔，紅色就係吉星，藍色就係凶星啊，咁樣嘅情況。好啦，嗱，咁啊，今年太歲年啦，庚子年，咁啊屬鼠咧。啊、我哋叫做犯太歲，其實犯太歲，你會發現咧，每一年咧，梗有四五個犯太歲嘅，即係你去拜太歲，你係會知嘅。點解呢？其實呢一個咧，就同八字學所講嘅刑沖破害嘅年份係有關聯嘅。咁但係而咧，你屬鼠，今年係庚子年，這個我哋叫值太歲，即係叫做太歲當值嘅意思。咁其實呢一個犯太歲咧，其實係最唔嚴重嘅。啊，即係話如果你係屬鼠嘅話，你又唔需要、特別。擔心啊！好多時咧，犯太歲嗰年咧，可能會有好嘅轉變，例如升職啊咁樣，都可能係因為犯太歲先至會出現嘅。所以你只需要視為一種轉變就 OK 噶啦。好啦，嗱，屬鼠咧吉星咧有歲駕同埋將星，空星入邊嚟講就係太歲到啦，劍鋒伏屍同埋遊刑。嗱，我哋點去理解咧？將星咧呢一個係一個咧，同埋歲駕咧講緊咧就係話一種太歲加臨。同埋咧，將星咧其實係帶一種咧領軍嘅意味嘅，咁即係話，譬如有啲人嚟講，佢係一條生意嘅命格，咁佢可能咧就會喺將星出現嘅時候咧，佢會走去創業做生意啦。好啦，如果又或者你係一個打工仔嘅命格，將星嚟講咧就代表可能有機會升職啦。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轉變嚟嘅，所以唔代表係差嘅。咁啊，屬鼠嘅人咧，2020年嚟講咧，喺個工作各方面嚟講咧，其實就係有一個好嘅吉星嘅轉變咁樣嘅意思喎。好啦，咁但唔好咧，有劍鋒伏屍，咁你唔需要擔心啊！呢啲伏屍呢啲咧，係啲好細嘅空星嚟嘅，啊 ，OK， 即係唔使死嘅，唔使死嘅，唔需要擔心嘅 ，OK。咁只不過咧就係有劍鋒到咧呢一啲咧，係好容易會整即係整損自己。咁啊，你可以咧就係話2020年嘅立春，即係2月4日之後咧，走去做一啲譬如捐血啦，或者係驗血啦咁樣嘅情況咧，就可以化解咗咧呢一個手腳整親損傷嘅問題，咁啊整體嘅氣運咧，屬鼠其實係唔錯嘅，咁啊唔需要擔心啦 ，OK。